如何在 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使用 HP Smart 应用程序打印文档？从 Play Store 下载 HP Smart， 要打印 PDF、JPEG 和 PNG 文件类型，请打开该应用程序并点击打印文档，选择您的文档，选择打印预览，然后选择您的打印机。要打印所有其他文档类型，请在该应用程序中打开相应文件，选择更多，然后选择带有 HP Smart 图标的打印机。您还可以通过 HP Smart 实现共享打印，只需在该应用程序中打开相应的文件，选择共享，选择更多，选择 HP Smart， 在打印预览界面上选择您的打印机。在打印预览界面上，您可以调整选项，如份数、颜色、质量等。完成后，点击打印。